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给小朋友们运来了很多好玩的奇趣袋哦。小朋友们快来看一看哦。小朋友们知道他是谁吗？看到这个标志我们就知道了，这个是变形金刚哦。黄色的大黄蜂对吧，还有擎天柱，里面有积木玩具哦，赶快打开它，大家一起来玩一玩。拆完了它，外包装还可以用来当做笔筒使用哦，是学习用品呢。哇，里面的包装更漂亮了，画的太逼真了。咦，还有可爱的小小机器人呢，这个就是笔筒啦，我们赶快拼装这个玩具哦。这可是小朋友们都期待的哦。他是谁呀？哇，他好高大魁梧啊，蓝色的眼睛悠悠的发着光芒。哇，他这个动作很动感哦，像是在出拳的动作。站住啦，上面有拼装说明，很简单的哦，我们不需要看说明啦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拼装变形金刚，两大包糖果，很多，很实惠的哦。吃完了糖果记得刷牙漱口哦，要少吃糖果。小朋友们看看这个是谁呀？哈哈，是神奇可爱的哆啦 A 梦对吧？他的手在百宝袋里面找什么宝贝呢？小朋友们想不想知道，想不想要啊？还有我们看看他这个表情就知道，里面一定有好吃的。好，把它拆开看看哟。哇，好大一块巧克力，还有拼装小汽车、益智玩具哦。拼装说明，一辆橙色的小汽车，我们赶快来拼一下。哇哦，完成啦！橙色的小汽车好酷，轮子能转动哦，滴滴。小朋友们，我们还有更多更棒的奇趣袋哦，记得下次收看我哦，拜拜。